有些时候来给你男朋友，我跟他约好，但是他一直没下来，就自己打上来，不好意思。晚安。这个是龙哥要给他，给你们的。龙哥太客气了。龙哥一直约不到吃饭，他很耿耿于怀，他还说是不是你不喜欢跟我们这种人交朋友？不是，是我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不喜欢应酬。不是，是我爸看到了。晚安。会让我想到一些以前的事。等一下。知道了，我之后会尽量不出现在你面前。这个交给你，麻烦你转告他，打个电话给龙哥。哎，你真的上来了，谢谢。我还以为你会在楼下等到我们，我怎么结束呢？我先走。等等，你今天都已经上来了，我介绍我们那个总经理还有总编给你认识，还有什么大老板都在里面，不用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我本来就叫他上来帮龙哥呢做一些公关，但是他超固执，一定要在楼下等。今天就让我来补偿你，我来介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给你认识。谢谢你，老易。你知道我是好意，你还拒绝我？好，我宋克凡，你可以不要是勉强别人吗？你现在是怎样？跟他在同一个？可以请你放手吗？那如果我不放手呢？我化了一个半小时的妆，还没化完。为什么要上我呢？因为我在看剧。喂 ，sorry。我今天想要化面具，因为我两个礼拜没有上到课，然后。期中考的分数是画面具，有一堂课的期中考分数，然后下礼拜就要交了，想说就靠刚好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来做。不过等我刷一下睫毛，我。亲爱的天父，小猫妈妈还有小君，他们已经在天家和你在一起，我的心里就会好过一点。可是像我这样子的罪，要变脸吗？有一天也能和他们在天上相聚吗？要变脸，我随时可以变脸了，不用等到时候。求你赐给我力量。变成什么风？让我可以放随便的那个。我买的是蝴蝶的形状。也请你引导爸爸。感觉不一样，眼线有点画太长，而且我还没画完，其实。提早回来，他可以帮我们看房子。可是常常这样，我也很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他把你们知道《试罪者》这一部片吗？都满十八，有摩托车驾照，我觉得还不错看。我现在就会骑啦，只是我哥一直不让我骑。我还没画完睫毛膏，其实已经画完一层，我还有两层还没画。哎呀！为什么这时候那么多事呢？
应该自己那个。哦。英文妈妈，没有，我朋友在玩东西。哥，我要擦球棒了，你想歪哦。不过你也真的很奇怪，从来没有看过你打棒球，你用球棒，走过来再闹，还想打架？是啊，这不是阿妈给我的，我很珍惜大爱。那真的是阿妈送的？对啊，我以前还打过棒球。真的假的？哥，楼下门没关，我就直接上来了。进来，进来。晚上好，冠佑，冠佑。先交给我，一点都不会剩。冠佑真的是你吗？冠佑。他的最爱。那我下次跟我妈说，想要卤味锅，我再带过来。哦，妈妈这一定要帮我谢谢他，谢谢我妈妈。我跟他说，阿彪。你想吃什么都可以，其他冰在冰箱里。哦，好了，那交给我啊，我最在行了。抽烟。好。妈呀！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开心又硬要搬出来，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帮你把顾好。小明他爸还住在之前那个地方，你要去他家。我本来想帮你出一口气，我看过他的车，我想把他轮胎放弃。刹车要管紧，车窗打，幸好他大灯没有关。我在看试罪者。想要警报器响。是就是那种吞噬的噬，然后罪名的罪，犯罪的罪，我觉得还不错看。有符合你的期待吗？在他家附近走了一圈。新的、啊，对，试罪者。新的吗？好像有点久了、哦，好像已经播完了，因为我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全部了。这么久还不同意？怎么可以偷亲我？你作业还没写完。先睡一下，待会去看。嗜睡者不同啊。韩国的鬼怪吗？没有吧。谢谢霞霞。
有看过鬼怪，所以我不知道鬼怪的眼神。眼睛好痛。晚安。我可以跟你们讲件白痴的事情，不是学生证可以就是变成悠游卡吗？就是现在学生证通常都电子的那一种。皮卡丘特效，你看一下。哎呦哎，反正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。小爱，我穿这件。怎么讲？这件很贵。哦，对啊，学生证变成你以前不会这样，悠游卡那样子。现在是怎样？然后他可以是你朋友，我有，因为我就不能跟他联络。学生证不是不能用定期票，所以我就用买，就是还有另外一张卡当成，还有另外一张卡当成定期票这样。我有一次搭捷运，我逼了定期票进去，然后就是因为我的卡我都放在口袋，因为我口袋有拉链，我就放在口袋然后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呢。我就会忘记我到底放哪一边，因为我左右各放一张，然后我就会放嘛。结果拿出来，我要逼出站的时候，发现我拿成学生证，超紧张。然后因为我家比较远，需要换公车，捷运换公车，然后上车的时候直接拿成那个学生证 B 卡。逼下去，因为我学生证根本就没有加值过，他就变负十二。我想说傻眼，我在干嘛？就是我还记得，就是说我一定等一下不可以拿错。结果我下车，我下车拿了，拿了那个定期票那张逼下车，然后就逼下去，他说上车，我就，我就。哦，算了。证件也不见了。你先不要哭啊，我再带你去找看。找不到了。原来是演白痴。一定是白天跟小爱逛街的时候就弄丢了。那你怎么不先跟小爱借钱搭车回家呢？我没有吵架了，小爱他很霸道，他知道我跟你有联络，他就不高。整整啊，上课要 B 卡。他还摆脸，这样子我怎么可能跟他借钱？送你回去，穿起来，外面在下雨。对啊，然后就潮起。就像刚刚，我最近就是忘东忘西，忘得很严重。就是可能我要拿什么，像是我刚刚煮饭，我刚刚自己煮饭，然后煮完之后，因为我边看剧边煮饭，就要拿，煮完之后拿了盘子，然后拿了平板，我把我手机放在这边有个口袋，现在惯用。我一直都有画质啊，反正就是，我就拿了平板跟，晚餐，然后手机放在这，我这边原本还有一个口袋，但是我换衣服，然后，我不是要跟你借钱，我就放完之后，我是想，如果你可以教我，我就，就等下
走回去厨房再看我的手机呢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 我的衣服很重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在我这里，超紧张。之前我只要有问题传讯息问你，你都会告诉我啊，而且答案都是对的。又没电了，快点起。今天如果换成是小孩，我早就答应他了。晚安。反正就是觉得我很好笑，这边都是因为我用那个烫睫毛的，然后没电的电池。我这边有一整包的电池，都是拿来装。我一拖一天，不止一天。说什么？抽中跟我的合，对啊，不止一天。随便你带我。我就会感谢你了。我儿子才修了多久？是不是你给我？一天两场公益，你是开多久？你根本连睡觉的时候都开着吧？你怎么说他是你朋友啊？我警告你哦，大头下课四个半。不要走了，走，走。难怪，小哥之前还说那个是他。你光板好点，烫睫毛的也好点。他又想超球，不过就这样啊，他不想所有事情，你别让他有跟我说。好像你有跟我讲，原来那个人是傻哥的前女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他讲，他会不开心。其实之前我就教他采取行动。现在是在试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化妆。真的怕他出去。前面都是蓝色，蓝色比较好看。我没有在试妆，我只是还没化完妆，因为我就很习惯别人，就是因为晚一点我阿嬷也要看剧，我就要把平板让给她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能看的时间我就看，然后对就慢了一点，然后我现在动作也很慢，我也不好意思，今天打疫苗，我现在整个手超酸，然后我们班今天玩信任游戏，那我们班被。老师，戏剧老师抓去当，就是当示范组嘛，然后老师就自己在前面倒，然后我是不是这只手撑的超酸，因为我一直在用这只手在撑别人。对，阿妈在看那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。婆婆婆，猜猜我是谁？是呀，表哥，好可爱。你喜欢的话，我都可以帮你抓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那、啊、这个很简单的。子琳，龙嫂，有空吗？过来帮我好烫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你卖的看，中心的颜色不是吗？什么鬼店？还是鬼店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中心，它很可爱。你妈也是，怎么大家都爱看？现在，然后，就那么酸了，结果下一季还打疫苗，这个手快废掉。我身外顽强，你那有风险。啊，我知道。
复习啊。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？爸。阿力布。先出去再讲啦。我再问，那个男的是谁？是我朋友。什么男的？他大你这么多哎、欸。想起来了，就那个司机嘛，杀人犯，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？我先进去。哎，下来。我没有钱呐、啊。去跟你妈要一点、啊，快点，帮爸爸的忙，好不好？快点吧。不行啊！为什么先好？最近都有在。就画不完。只是前一领导就被拿走。别拿，别，哎，阿英来泡茶吼，如果旁边播这个，还是你们想要听音乐，不要不想要听连续剧的声音。虽然我也没有认真在看。王大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子玲啊，大姐，等等。你最近到十点钟，又看一段，我身体本身是有点好。不用了，龙哥。没关系啊，子玲，龙哥要算给你哦，你就说当初是打工薪水。因为我要，我想要拍照，我想要你们照片。然后说我等一下要画面具，要在，对，我买的是这种的，但我还没有想到说要画什么。子玲，你请等一会儿。谢谢了。耳朵还在发炎吗？事情我不知道、啊。抓地就抓地啊，那边有好。膝盖。还有好感觉。我没什么问题。我没有拿你的钱。阿彪，不要急，慢慢讲。膝盖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变得黑黑的样子这样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、啊。有点不好看，但是我觉得关系。啊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们不相信我，那我现在改，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嘛？阿彪，阿彪，等一下，王强，画完了，像我今天没有画前面的眼线，一剃头就会怎么，他就没钱，他吃不饱，黑色素斑吃，就是，有看得到吗？哦哦喂，我记得，哎，气气跟你照出来。睫毛膏用的，唉，我在想我面具到底要怎么画、欸，其实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画。我洗个手，跌倒吗？还是被跌倒吗？还是被？我就说那时候彩排的时候踩到衣服，然后跌倒。
不要的，不要的。我等一下昨晚拿。然后呢，我要找我的瓶公关，还要拿水彩笔，服装拉链，不是服装拉链，是那什么，就是我们洗衣服不是会拉掉衣服吗？看看，找那密令，呵。就是我那时候怎么讲啊，从哪讲起，拿一下，然后就突然彩排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衣服，对，两个人的衣服，然后就我就拿了，结果卡住，就是反正衣服就掉地板了，然后掉地板之后，我们不是就是会撕下一层半件裙子嘛，然后掉下来之后，我就踩到，然后就往旁边滑倒，这样，就是安尼。算了，我还是播音乐好了，这个太吵了。然后我阿嬷回来了，我先还给她，她的小婆婆这么可爱。那是滑倒，对啊，就还好啦。我就跟妈说，你看看你啦，传染给我，还说你自己笨蛋，你干我屁事。就好的，妈妈。还有一次跪倒，两件衣服，那两件衣服只有最内层的那一件有拉链，然后我拿不到我的那个丢衣服的部分也是有，不会干嘛什么东西？你是说梦之中的衣服要丢哪吗？这都是洗头的东西。我的画笔呢？看白金穿的柔软的飘逸，城市发发在你一地，喘口气。对，那洗头的东西。没关系，放松压抑的身体。明天再次来临，我将一笔焕然一新。是你们是说的是那个吗？梦之中吗？梦之中的话，我们是就是老师说不可以丢在等一下会有人站的地方，反正就是你要丢的话，就要往最外面丢或者最后面丢，的确是蛮随意丢的。然后如果要踩到的话，就直接把它踢开这样，不然会真的会滑倒，像我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的画笔好像左手举不起来，超痛。错吗？果然，对啊，都是随意丢的。哦哦，我的画笔呢？哦哦，什么？
对啊，就是要丢他就直接甩到最后面去，可能衣服消很快，是不会。对，我们现在坏掉的都不是那，都不是湿衣服的那几件，都是那种穿在里面啊比较合身的那种，因为可能就是太粗鲁就会直接爆开的那种，完全不会。为什么看我化妆？哦，我蜘蛛的那个真的是一直掉，一直掉。我们从彩排到那时候就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太合身，往下面，小哦，弱弱一下，你要那么烫？我要跟妈妈讲，你都这样子看别人。这件衣服我不知道他们来煮了，我们这组是没有了，但是我知道妈会一直撕到安安的头发啦，啊，安安又没有什么头发啦。所以说我的 BB 呢，我找一下，我等我一下。为什么一开始就骂脏话？不是我放这啊，啊怎么不见了？还是我丢回去？然后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梦中，对啊，因为马上要撕他的衣服。然后马就会直接从上面撕啊，上面撕或下面撕，一定都会撕到头发。对呀，这都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去要，大家都有签名，然后有些人上面还有写字。很漂亮，我很喜欢我这一张，是肯定用穿。他的发型是这样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来的，不对，从一开始就是他，从他出生那一年开始说起，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说起了，一次收集完全台。就是我们是放在那边，自己拿一张空白的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然后上面写纸条说这是谁谁谁的，然后请大家帮我们签，帮忙签名这样。人好，报警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个画笔。找到了，弟弟自己播，自己来播直播了，不跟你出去了，不可以，你陪我。弟弟在干嘛？他刚才干嘛？好，是弟弟啦，10块，你的10块输了啦，安尼就输去啊，真正行啊。对啊，自己来上班，宝贝。宝贝上来，上来，宝宝，宝宝，哎呦，
李主播说：“我只是来挑玩具的，结果你就把我抓进来了。”姐姐要画画画，你要看吗？跟我赌的，你要给我啊！我跟你赌1000，他是弟弟，直接赚1000。Coco 来找弟弟。Coco 很会找人，弟弟有变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也变重了。有吗？弟弟有在姐姐房间吗？该是一直都很重，一直都很重。杨雄子，谢谢杨雄干。啊、哦，弟弟在哪里？Coco 弟弟咧？他太矮看不到。Coco 弟弟咧 ？Coco Coco 弟弟在哪里啊？弟弟咧？他真的看不到。弟弟 ，Coco 弟弟，你看看，笨蛋呐、啊！弟弟在哪里 ？Coco 视线只有在底下。你看，小子，好可爱啊！你看到了哈、哦？你太矮了，你太矮了。他的视线只有在这边，然后弟弟在这边，然后 Coco 就这样跑出去，然后。阿姨就说：“弟弟在上面呢、啊。”然后就讲：“超可爱的。”你下去坐坐，你自己去挑玩具。姐姐没力，笨蛋。我要吃一颗糖糖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要干嘛？你怎么那么胖？会卡吗？晚上好，偶尔。算了，所以我要画什么主题啊？你们帮我想，还是你们讲什么就画什么上去？万圣节主题可以吗？没有、啊。等一下想。可以啊，你们讲什么就放。可以啊，你们讲什么就放。好，你画，你画出来，我就准你推别人，我就准你拿别人的。应援吧，应援赛。然后因为我没钱，我买完这些啊，4个颜料加一个面具，我全身上下只剩8块。讲出来，讲什么？好，混色，怎么突然画画？这我其中的。成绩，但因为我一直没有去上课，我
一直没有上到课，所以现在在做。我需要几点出来？半个红豆饼，有那么穷吗？红豆饼没有那么贵吧？红豆饼不也才12块吗？上次看他坐在后面很忙，是不是？说了一下，你还敢拿别人的？你家的20什么东西？他是爱心。材料买不起。对啊，之前可以买得起，现在不行。这要画什么啊？你要试过。试过我会叫。所以我要画什么啊？快点，你们讲一下我要画什么。要打底色吗？需要吗？好像没有必要。画什么都可以，对，画什么都可以。小声不行，小声我会直接死给你看。我是有想过，就是主题是我，就是叫我这样子。但我觉得画起来有点难，而且我没有打草稿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随机画画的概念，抽象画。蒙娜丽莎，你们当我毕卡索还是什么达文西哟？你们又不是没看过我纸笔画画跟三岁小孩一样，还要画这个，真是为难我。很老衣服了。哦哦，我是不是该穿个围裙？哦，画到手了，画弄到衣服了，怎么办？哦哦，越用越糟了。等下跟妈妈讲，我要穿我国中我们自己缝的。哎呀，我的手怎么白白的？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是一年级国一自己做围裙。
米奇妙妙猪。好久没穿它了，上一次穿它已经是国二的事情了吧？对啊，这都自己缝的。什么是这样啊？文熙毕生杰作，要你一命三千。Hello。现在要开始来做菜了。每一年都看得到果冻。什么皮卡猪？你才马克猪，超坏！可把它绑起来，不用啦。我都露耳朵给你们看了。我很少露的腮帮子，因为我腮帮子很肥。我到底要画什么啊？会不会这都播完了，然后都还没有画完？你叫马尾控，辣炒年糕，羊熊，马尾控，什么 A5 和牛，你画给我看。我的眼皮到现在都还在跳。老师有说也可以粘东西上去啊，只是我没有东西可以粘。我连20块的那种钻贴哦，就那种水钻贴，我都买不起。啊，帮我画。右边，谢谢赵姐一下。你有两罐亮粉，我不能接受亮粉。亮粉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太邪恶的东西。我之前被他搞到疯掉。谁敢在我面前亮粉，弄亮粉，我绝对爆气给他看。对啊，会弄到地板整个都是，然后还弄到整个手啊，然后头发有时候也会有，然后反正就整个难清这样。是人讨厌亮粉这种东西，但是亮粉又好好玩，两个喷漆这样，你要占地盘是不是？Thank you.
跳水图，连线羽毛。主播冷静点。对，它是亮片，不是亮粉。是在爆漆吗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爆漆跟爆漆是不一样的东西哟、哦。懂吗？不要啊！知道了。我要眼泪，然后用我的保丽龙胶。哎呦，我的保丽龙胶怎么挤成这样啊？保丽龙胶真的是一直爆出来那种。可是它这样很难干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要跟妈妈讲在做这种事情，她绝对会先杀我。好烂啊，弄得好烂。留白，没有啊，保丽龙胶我会再涂蓝色，蓝或红的吧。我最喜欢做那种，就是眼泪是红色这种面具，你应该也做过吧？对啊，斜的，哎、欸，弄到旁边了。随便了，随便出，写的有悲伤感，就是喜欢做这种东西啦。反正就还没干，那我现在要干嘛呢？九九，我没有看九九，我不知道九九是什么。哎、欸。纸下面是手机，那我直接上面手机上面擦湿的笔，不要让我手机吃水吃。我想要混混黑色。三原色混得出来黑色吗？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下变墨绿色。手作史的书。
是不是分不出黑色啊？哦哦，我不会混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啊？分不出来啊，它变成墨绿色了。哦哦，很凶欸。到底怎么换出黑色啊？一起买可不可以？还是我用人线笔画，不是用三原色条，那就随便。我这样，眼线笔，最浪费眼线笔的人。Coco 你嗨。欸，你平常这一只都在我眼睛上画不出来啊，这在面具上都画得出来是这样？怎么犯错了？所以调脏脏的颜色没关系啦，就这样。史上最浪费。挑主人是这样。就是涂到外面，算了，我要随便画了。还有没有漆不干我的事？再用白色去挡就好了。Thank you.
送不了红包。开始自我放弃，废话，这种东西就是要开始自我放弃才好玩啊，是吧？我要用这个颜色乱画。眼线笔，我的是防水的，我们都要买防水的眼线笔。我的字典里只有放弃。我差点骑到我的车水里面，充满放弃。后面继续上就浪费，还好啦，我现在有一二三四支眼线笔，每次都画到一半没水，就很气，生气。我也在发神经。我发现我妈最近会讲一个谎话，就是每次她都会说我陪你到睡着，然后每次我起床的时候她看到还在通话中，已经2次她都跟我讲这句话了。
而且就算我睡着，他也会说我去洗澡哦。那时候大概三点多吧，两三点，然后说我去洗澡哦，然后其实我已经睡着了，在大叫 Coco。你们今天才看到他好不好？你们今天才看到他好不好？你们今天才看到他好不好？谢谢追踪。谢谢追踪。谢谢追踪。哦，我差点洗到我的那个，没有亲眼见到的不算。怎么可能让你亲眼看到呢？是我们两个的秘密。我现在都不敢呼吸。其实我想换猫咪，你都说出来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想换猫咪，咖啡色怎么调？我只有三原色，打屁，打屁屁。我根本就想什么？红、黄、蓝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我会哭上山山川海。轻易放开呀，蓝最少。哦，差点要事故。一板难清。
好一下，好一下。有没有人工作是那种专门调色的？就是你们粉丝圈里面有没有人是专门做调色那种？就好酷哦！就是专门做调色这件事情。勉强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勉强算？做烤漆哦，烤漆很难耶。咖啡色还没有配过，很少人车只是用咖啡色吧。我要做橘色，学过一点调色。我看过那种，就是专门做油漆，然后就是油漆原本还是白色，然后专门调色的那种，我觉得好酷，而且这个机器超酷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你们有空的话。又卡卡，
敲打声。刚刚应该是有人在打东西吧，因为 我没有听到。那么晚敲不会被骂，应该不会。在网上没有跳过，没有，没有跳。有感觉。喜欢这蓝色、啊、我怎么直接压在眼睛上？完成一半了吗？还没，连一半都不到。因为我其实根本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连我要画成怎样我都不知道。老师一直说要打底稿，我就不要啊，我就是不要啊。怎么还没干呢、啊？谁会拿车轮？哪那么快？要叫底稿吗？不用，我就冷席。哪有？才没有冷席，叫有创意，这叫有创意。我刚是说有创意吧，随便。这个圆也太难画了吧，哪更细的，还画那么细。不要要用，哪有我没有，什么替身攻击？手机要不行了，
处终身孤寂，不完整，随便啦。一个路天的心，心渐渐崩乱的缘是你。刚换手机了，我有钱就会换啊，没钱吗？原谅，这个还没有，宝丽龙胶还没有干，直接画上去不会怎么样吧？我就是不想要等。被打救，我在学。妮娜打喷嚏，有，他是明天掉。心上灭火，一朵连接着一朵，我独自飘落，赶走了寂寞，转身我在原地等你，也许会偶尔停泊，结束相见的念头，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，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。你明天觉得无聊，画画和白痴一样还要画。
算了，花到隔天。你好意思讲这种话？你好意思讲这种话？你好意思讲这种话？反正不改，我可以画下，我可以画下礼拜五呢，但我一定不会画的啦。老师最好给我分数打高一点哦，我为了他身上只剩下八块钱，加个提醒。Hello， 没有了。我今天玩老师的，因为我们老师是这一堂课的老师，没有了。我今天玩老师的，因为我们老师是这一堂课的老师是一个，然后他就带了他的相机，然后今天一直在拍别人，超好玩。那你要不要打地仗？管他的！今天也很，今天也有人没有打。
我觉得我拍的不错，但是没办法给你们看，因为穿制服。行了。还有同学拍我，拿着相机在拍别人的样子，但也是穿制服，所以没办法给你们看。但我真的爱那张照片。画成这样，但是我上面不知道画什么，想要画蝴蝶。为什么会把这只一直泡里面？我要调紫色。美感不错，这不会画画，认真不会画画。怎么感觉这个更像黑色？觉得吗？他感觉就是黑色啊。看起来是，结果刚调那么久，就只要红色跟蓝色就可以这样。哦，点到手手。我觉得真的只有我在画画的时候是我最安静的时候，我其他时间也够吵。调色，啊就随便拿，就不用再买调色盘了，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 ？Oh my god！ 我这把我的白色弄了一堆紫色，
就跟你讲，我只剩八块，我还能买什么？然后你知道我们，因为我不会弹钢琴，可是我很想要学钢琴。结果我们期末考啊，我们有一堂课叫做乐器实操，对，乐器实操的课程。然后老师就说，就是期末要考。每一个大调怎么弹，然后就老师强调八块，当然要强调一下，老师每天吃饭我今天煮一个超难吃的东西，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煮的。然后说，其实就是画出一个时钟，就知道要升什么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，就是如果要考的话，因为这样就可以逼我自己去学，就逼我自己自学钢琴的概念。然后昨天去琴房，想学乐器啊，想啊，我就想要学弦乐那种，画在脸上是这样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琴房，结果我莫名开窍，我竟然还会弹，就是他们用哼出来的音这样。哎，怎么白色？我没有觉得应该啊，我不会。长大以后，我还是跳狗，因为我单身，我是单身狗，汪汪。只有那一颗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还可以画什么、啊？笑死！
谢谢单身狗。汪汪，哎，喵两声来听听，快点喵！你们都给我喵！不要毁那个，是，我可以画什么？我在画什么？喵喵喵！干嘛配合我？不配合就拜拜。OK 啦，拜拜。飞镖拜拜，冷浩拜拜。我在烧心啊，为什么？打疫苗开始烧心啊？啊，一定是我上肩上的太嗨。我蛮想要画狮子王的面具，但想到又算了算了算了，麻烦死了。我不会画画。要玩杯杯游戏了吗？好像不错哦。你们是不是就是故意讲来让我编的？飞镖拜拜。冷浩拜拜。阿基拉拜拜。耶。好好玩啊！就关掉。马克杯拜拜，差点按到小一，吓死我。那小一拜拜。Thank you.
人好。突然关台是这样。我到底还要画什么啊？其实我不知道画什么。这个成就你也要，不错不错。画八块，不学呀。想画蝴蝶，不要蝴蝶难画，马上放弃。哦，怎么硬掉？谢老师，爸爸。谢谢，拜拜。终于知道林一前辈为什么那么爱 Ben 人了，超好玩的。是他的 Ben 就一去都不回了，开到我的三弦，真的假的？开到我什么顺序？我忘记了。什么截图？花花，太亮了，花花，然后红一点的花花，什么看不出来？可恶，我要踢飞镖的手提账号好像不在，可恶。
那我禁言你好了，拜拜。那你还有另外一只可以跟我讲话。我打开了啦。反正我不会真的背，真的背也只有背那几个而已吧，好像也只有一个。哪几个？就那一个而已啊，那一个。之前有奔过。还要画什么？我吃到水了。你才不想被 ban， 拜拜。还不给我滚回来啊！他 ，Hello， 人好。谢谢。嗯。人好，终于给我滚回来了。等一下。傲娇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，曾顽固跟世界对峙，
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哪个星辰？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，你可以翱翔，可是我只能停止。我还要画什么啊？新家漂亮，很漂亮啊，超漂亮，跟安台北的家超像。他还特别，我就说他特别拍给我看，就是他的床旁边的一个小位置，他说你这就睡这咯，就乐极忘形。没有啦，我又不常做这种事情。刻在我心，早就要搬啦。他不是有说吗？好，你们没来看 reset 哦，抓到。他家直播应该有说吧？心底的名字，尘封的位置。然后下一张就是放，下一张就是厕所的照片。他说：“你看，跟厕所差不多大。”我就说：“你说你叫我睡厕所意思吗？”他就好。七七那睡不好 ，OK， 什么鬼？人好出镜啊！没有啊，都住到新家了，怎么还会有华华的位置呢？华华直接逐出家门，好吧？已经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了。还有房子，人豪好像很有钱哦，大家赶快抢劫他啦！那么有钱，还不花个给我看看？超坏！今天有钱，难怪人豪进去。谢谢人豪，人豪买600包我的生血，谢
谢谢，人好。600哦，等你哦。你知道什么是600包吗？因为七七都叫我刘妮妮，啊六啊妮妮的谐音不就00吗？所以是600包。在啊。所以我还要画什么？至少1000吧。他直接改我的名的姓啊，大户人好。比省略单位，笑死。仓库搬货，刘家都很漂亮，飘飘，我时常抓。欸，我都会抓别人没有单位，我也会，还有没写答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很常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就不及格。而且我是教特别教那种，就是不及格的人，因为我是组长这样。那我就会拿着笔讲，又没写单位，不然就是戳他的课本，戳他课本讲是这样，你又忘记写什么，又忘记写什么。对啊，就是国中的时候，就是教那种不及格的人，因为这人就分组啊。看着你做功课就这样，粉丝不记得什么东西。哎，我真不知道该画什么了，叫救我救我！才能顺利成长。
功课好吗？看一下我断考分数，你忘记？国文75，数英文93，是什么？生物94，公民80，然后我的资讯70几，我忘记了。英文93，对啊，93，错两题。看起来哪有啊？分析写不完，太想分析，我就扁你。对啊，我的英文10分钟写完了。对啊，资讯70。没有，我们班有人几乎都满分，好像只有一颗不是满分的。加兔爸爸，做妈妈啦！能听出来是爸爸，能听到 ，OK？ 什么学霸学姐？没有吧？我们学校都直接讲答案，就是老师直接跟你们讲说，哦，答案在哪里？你们自己去背这样子。又编我，又编我，还说你是猪。我刚刚说，我刚刚说，我忘记了。好啦，我就画这样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不给我分数，我就算了。哦，戳到眼睛。还是我干脆直接拿我的那个化妆品直接画上去了，搞不好就比较好。不要，我还是很讨厌戴面具。这个也很浪费钱啊，是要干嘛？假面骑士，我是猪。假面骑士猪，然后玩颜料，没有啊，我们有100的，而且我是 A 班。把全部颜料混在一起。喂，有两个盘子哦。下面猪迷，只要我可以说我自己是猪。还有妈妈，现在不可以说我是猪，虽然我是。好恶心啊，但好好玩啊！动物战队猪脸，这什么东西？是绿色哎、欸，墨绿色。
看他帮他贴假睫毛，看一定要把他杀掉。这软软的，好好玩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就这样啦，不画了。装进袋子。我头戴进去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又不是安全帽，我安全帽都可以戴儿童，怎么可能戴不下？嗯，好，拜拜。是小孩子的，因为是我自己去挑的，他们说大人太大了。再好，谁还是飞机？谁还是花眼呢？不行啊。人家那个当兵然后抹在脸上那种东西，他其实是个就要换成猪猪了。哦对，他是换的。恰恰说小贝贝，好，等我一下。
怎么可能会在脸上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？要保持形象，笑笑。哎妈！笑笑的奔笑笑，当然要笑笑的奔他。要哭吗？哦，这样子搂比较快。我没有很可怕。这就永久啊，这就永久啊，已经有四个账号在我永久那里啊。什么好饿啊，好意思啊。可以解除，不然刚禁言我怎么解的？等一下我丢个东西，快用到我的手，用到我的房间。看，好精彩！快在你脸上，绝对洗不掉，这是广告颜料，各位，这是广告颜料，要开玩笑，不然我刚刚干嘛说我弄到裙子上？光水弄得掉啊，这边有去光水，试试看啊。公司钥匙。可以。哪种颜料？亚克力啦，亚克力颜料。我这个去光水不知道什么香香的，超香的那种。我不知道等一下再弄，好像弄不太需要。丙酮，我没有丙酮。我家不会出现那么可怕的东西，我家不是这样发发。这样发直接变形容词、欸，我家不是这样发发。乙醇是什么？酒精吗？对，我很聪明耶，可以查看。好，我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丢东西。
拿他们的饼干。还没有啊。嘿，这是他们的，好像过期了吗？还没耶。好吃哎，你们的饼干很好吃哎。11:30还没睡觉，准备关了。没什么味道，但是就很香。啊，好的，现在可以任性。晚安，下次见，晚安。不是，这是狗狗的馒头。弟弟，都是坏小姐特效吗？没有，是弟弟，是弟弟。带怎么分？一只比较大只啊，长得也不一样啊。右眼啊，这是右眼，左眼，左眼不行。双眼，双眼 wink。有吃了你就压在我脚上。Thank you.
啊，你们合照会如果不知道摆什么动作，就摆这样好了，可爱，要摆在脸颊旁边啊。对呀、啊，喵喵喵。听听你的尾巴。还很棒，是啊，不行，不行。肥呆白这样会被 A 啊，没关系、啊。漂亮。好，小马尾不行，不可以。我其实播超过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超过半小时，不行，不可以剪到手。你骄傲的飞越栖息的夏天。重复过很多年，被危险的思念，被季风吹远，吹远默念的侧脸，吹远鸣唱的诗篇。我栖息的叶片，去不同的世界，却从不曾告别。沧海夜的想念羽化我昨天，在我成熟的校园。第二十二名张明丽，第二十一名 Happy Love， 第二十名九蛋，第十九名戴戴，第十八名 Happy Love， 第十七名杨雄，第十六名大水饺，第十五名丽丽，第十四名冠佑，第十三名刘建谷，第十二名小白兔，第十一名马克杯，第十名泥巴祭司，第九名人好，第八名柠檬，第七名泥巴祭司，哎，哦，两个账号。第六名艾文，第五名朱里恩，第四名阿米，第三名阿基拉，第二名若日一笑笑，第一名虾虾。快三个月都破了，别说 DC， 阿赵，是阿赵。阿赵，我想你。我打疫苗的时候，现在有点伤心。阿赵，是阿赵，是阿赵，是阿赵。你也太近了，我刚站着。阿赵，你有没有想我？长大了，也才十五岁了，也没有长大，好吗？你上次看到我还是四五岁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两个出去，我想跟你约。好，之后就他是陈曼青，大家可以去追踪他，然后看他的直播。他直播有时候会打鼓，有时候会唱歌，反正就会很多啦。人好，你好意思说？阿昭，阿昭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学校的关系，我也要学打鼓哎、欸，我要学打鼓，要学，阿昭，也要学钢琴。他没长大，长歪。Hello， 阿昭，从小看钢琴。
爱你。看到是不是报警？然后出警，然后拜，然后继续在警局待着吧。大家帮帮可爱主播，可爱的是满晴，满晴可爱，阿宙可爱，阿宙，卡哇伊哟、哦，卡哇伊。晚安，要倒数了，十。有，对啊，他唱歌也很好听，大家可以追踪他。最近有什么演出吗？最近刚演完，然后11月14有运动会，第一届运动会。28合照会，对，八，对好，都忘记你。都忘记问你那时候 reset 公园有没有办法来看，啊，没关系，下次有的话再问你。六，五，下下出镜，你在运动吗？废话。四，要去洗澡，去吧，阿宙，拜拜，我也要关了。二，一，妈妈拳，零。慢慢。哎，游戏 hero， 你躲起来你。